像彼此过去的梦，有心人可以给人，已经不愿再再期待，伤心人无目屎，总是阮独一人，这么软的心肝，这无奈的感情，这么无奈无算。棒了，谢谢西谦，谢谢品燕。刚刚这样合唱的感觉怎么样？还蛮开心的，蛮开心的。对，这就是我们要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我们希望所有的孩子在红人榜唱歌都是因为开心，好不好？那你们两个的这个才艺让我们真的非常惊艳哈。西谦什么时候开始学这个鼓的？从大班开始学，学到现在大概六年了。大班就开始学哦，哇！所以你可以再秀一段，告诉我们那个给我们听一下吗？可以，可以哦。Solo 一下，好，我们热情掌声给西谦。谢谢。那席谦 solo， 我们是不是一个小品 solo 一下？哎呀呀呀呀！这是一定要的。来，品演小品。Oh, though it hurts, I'll be the first to say that I was wrong. Oh, I know I'm probably much too late to try and apologize for my mistakes, but I just want you to know.紫红老师可以跟你对唱，好厉害，非常好，非常好，谢谢，谢谢，大家一起来前面。其实你看哈，爱音乐的孩子在乐器方面，他们也都会有这个多重涉猎，然后这也是他们在我认为啦，我以前听过人家讲说，学钢琴就是说。因为人生也许不是都是那么平顺，可是在你困难的时候有一个乐器可以帮助你去表达你的情感，有些时候沉默不是因为没有话说，是苦不堪言，对不对？所以借由音乐可以抒发这样子的一个情绪，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福气，是，对不对？非常非常棒，我们来请雅文老师讲评。非常的惊讶席谦能够来到现场，而且这个脸都没变，让我很惊讶，很惊讶。然后有小品，他们两个的气质好相像哦，就是那么的稳重，这么小的年纪这么的稳重。我看到你打鼓打得这么好，然后小品的 keyboard 弹得这么好，哦，我都觉得哦不能掉眼泪，那是一种非常欣慰的感动的说，
感动到我们说不出来，我终于有点体会到做四大人父母的心肝，看到孩子的成长的那种的欢喜喜乐跟欣慰，我真的是难以表达，真的太棒了。